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妈祖娘娘派财赐福。今天这八大生肖请接住，愿你财运滚滚来，喜事不间断。财运的提高会让人的金钱收入有明显的增长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服。下面这几个生肖的人在五月份开始得到各方面的好运，事业发展顺利，金钱收入高涨，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的顺心如意。今天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这八大生肖愿你财运滚滚来。生肖牛，生肖牛的人在今年事业上有很大的转变，前期的发展会比较辛苦，不过经过自己的踏实努力，也有了很好的进步。五月份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在今年的后半年，生肖牛的人事业上更趋向成熟，发展更好，金钱收入也会有很大的提高。在这段时间，生肖牛的人能够靠住自己坚持不断的努力，得到更高的收获，生活也变得更轻松顺利，事业有成，自然财源滚滚，收入丰厚。生肖马，生肖马的人在上半年事业上的进步还是很大的，但是工作上总是会遇到一些意外，让自己的发展出现问题。在未来这段时间，五月份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生肖马的人迎来财运吉星的出现，事业发展顺利，金钱收入增长，自身的好运也会不断提高。在这段时间，生肖马的人虽然还是非常忙碌，但是收入高涨，而且感情上也会迎来很好的运势，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的顺心如意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人天生事业心就很强，工作上总是追求更高的发展，自身的努力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提高和发展。在未来这段时间，五月份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生肖羊的人会迎来财运贵人的出现，给他们的发展提供很多的帮助，事业上提供更好的发展思路，让生肖羊的人会有很大的进展。这段时间，生肖羊的人金钱收入有明显的提高，生活进步更快，财源滚滚，好运难挡，马上发财。生肖猴，生肖猴的人天生就很聪明，不过在上个月自身的发展上受到一定的限制，自身的感情上会出现不顺利的情况，自身的事业发展上也会陷入僵局。不过好在五月份开始后，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生肖猴的人迎来自己的好运，事业上曙光出现，良好的局面开始出现，自己也能够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扶持，事业上有良好的进步，金钱收入大增，而感情上也能够逐渐变得好运。生肖龙，生肖龙的人在五月份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自身有贵人出现，更容易得到提升，贵人不但会给生肖龙的人带来事业上的帮助，更能够给生肖龙的人带来金钱上的提高和收获。只要能够踏实做事，生肖龙的人就会得到身边人的帮助，良好的运气也会让生肖龙的人得财得利，发展顺心如意。生肖鼠，生肖鼠的人一直都有很强的事业心，他们不断寻找机会，追求事业上的发展。五月份开始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在很多时候生肖鼠的人都会尽心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发展，不断从身边寻找对自己有帮助的人，而一旦遇到好运，生肖鼠的人抓住事业良机，就能够一夜实现自己的夙愿。在别人看来，他们是一夜暴富，却很少注意到他们曾经的努力和积累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人在五月份之前自己会遭受小人阻碍，工作上被人背地里使坏，让自己非常的不顺心，但是在五月份开始过后，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生肖兔的人会迎来良好的运势，身边开始出现贵人帮助，加上生肖兔的人自己的努力，事业方面节节攀升，金钱收入持续提高，而且生肖兔的人家庭上也会迎来好运，更加和睦。生肖虎，
生肖虎的人在上个月的时候，自己的运势一般，金钱上还会有比较大的开销出现，让生肖虎的人手中比较紧张。而在五月份开始，妈祖娘娘派财赐福，生肖虎的人迎来吉星出现，自己整体的运势开始变得顺遂，做事能够心想事成，更是有事业上的好运出现，自己能够凭借良好的表现得到提升，更是有横财运出现，可谓是好运当头，喜事不断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未来2010年财运逆转，大富大贵的生肖属牛人为人老实，有很高的仁德观念，得受菩萨加恩，而且自身精力充沛，能够积极奋战在一线，承受无边之苦，也能够广获厚福，其八字有喜，未来2010年之内事业上将会顺利走运，喜事连绵不断，家中的财运如虹，应接不暇，钞票满天飞舞。属狗的朋友一向很有胆识，足智多谋，聪明过人，财源利达，万事吉祥，未来2010年有望成就大事业，只要脚踏实地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日子就能过得很平顺，健康方面也很好，没什么大碍，身体养好了才是福气。属兔人心细，做事循理，他们虽然有时候会焦躁，但是在细小而重大的问题上从来都不会马虎，能积极与上司协商解决问题，避免盲目行事，未来2010年内其事业发展路途顺利，喜事冲天不绝，日子过得很安然，家中财富多如云，祥云飘荡万里。生肖蛇的人性格圆滑，为人坦诚正直，有很高的智商，他们善于人际交往，一生当中朋友无数，往往左右逢源，不得不说他们的判断力是非常准确的，往往可以知道事情发展的动向。在未来2010年里，属蛇人好运接二连三，富贵盈门，事业当中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前程似锦，不是当官就是富豪。未来实属羊的朋友丰衣足食，名利双丰收，生活越过越好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刚刚起步的朋友们，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创业或者跳槽的话，成功的几率会很大，好运气会一直陪伴住你们到老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